带您看到是大甲妈祖绕境，在昨天傍晚抵达了云林的西螺，每个年龄层来自全台的信众跟随妈祖，甚至还有来自意大利的进香客，连续三年都有参加哦。而且在沿途的点心站也非常丰富，就有鸡蛋糕的摊位特别印制了六房妈还有四大护法的 Q 版模具，从昨天中午12点就开始烤鸡蛋糕，一共有2500份要跟香客结缘。志工排排站，忙着烤鸡蛋糕给信众们当结缘点心。热腾腾鸡蛋糕出炉，不止香喷喷，模样更是可爱。是房妈，房妈。除了六房妈 Q 版鸡蛋糕，还有千里眼、顺风耳等五大 Q 版造型。点心站中午12点就开始烤鸡蛋糕，准备了2500份。刚开始我们做了房妈的造型，那后来发现需要那个四大护法再加进来，将会更热闹。还有罕病基金会，并有吉家属也都来参加大甲妈祖绕境。虽然不方便跟全程，但一天的体验活动也让大家期待又收获满满。大家说我辛苦，我真的不觉得辛苦。然后这里来到这里的时候，会感受到那种能量，是很感动的。绕境途中，这位东华大学大医生背着一块纸板，要为403地震灾损严重的母校祈福募捐。刚好去年就走，然后今年就是。有学长，然后还有人，就是也开始发起这个活动，然后就刚好他们要离开，然后我就刚好接着走。100多间公庙的印章，信徒每走一间庙就会多收集一个。对，这本会集满，大概也200出头这样子。秀出一步一脚印换来的战利品，还有绕境集章图。有来走都会盖个。像这样做纪念。大甲妈祖绕境吸引全台信众跟随，就连意大利籍的进香客都有。I join it every year by 3 years. I really like it, and I come here because I think it's a great experience. And I come here for Dubai bye. I pray for my family. 340公里，9天8夜长征，信徒跟随妈祖，双脚走得再苦也不喊累，要把汗水化为心愿，诚心希望妈祖庇佑。记者方中诚、刘建仪、陈文清 SNG 小组云林报道。